对，这里是说哈，这个有新婚夫妇哈，若干对哈，参加新婚这个座谈会，那座谈会呢有提供饮料，有茶、咖啡跟果汁，啊每一个人一杯，好啊，已知哈，这个丈夫的话哈，他那个就是婚，就是说要的那个饮料的话，茶比咖啡比果汁哈是5:3:2。那妻子哈，要喝的那个饮料茶比咖啡比果汁是2:1:2啊。那么这样合起来的话，茶、咖啡跟果汁哈是几比几啊？好，我们晓得哈，这个丈夫跟妻子的人数都一样啊。我们假设都是 N 人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哈，丈夫呢这个喝茶的那个杯数有几杯呢？就全部加起来，就五全部就是这个茶占全部的1/10，就是说哈1/10嘛，就1/5N 呐，就是丈夫哈这个喝到的那个茶的杯数这么多，好啊那个，妻子哈喝到的那个茶的杯数是多少呢？是这个2+2+1嘛，就等于1/2哈 N 呐。不过这个 N 都可以约掉，所以哈，这里的话是1/10加上呢2/5N 呐，这个呢是被喝掉的那个茶的那个总数，它比上多少呢？比上这个是1/3加上2/5N， 它比上多少呢？比上这个2/10哈。啊，加上多少？加上1/5N 啊，那N都可以约掉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几比几？哦，这样的话是多少呢？这通婚以后哈，这是1/4嘛，所以是1/9。啊，比上呢，1/10呢？3+4，3+4是7啊。比上1/10呢？2+2，2+2是4，所以是等于9:7:4。